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，前教育部部长吴茂坤日前遭到任职东华大学校长时，在美国成立施佩恩公司，并涉嫌侵犯东华发明的函授草萃取专利权等违法事项，拿学校专利到美国开设施佩恩生技公司，并向中国取得专利。吴茂坤虽发声明澄清，但监察院三日首次具有名投票，全数通过弹劾吴茂坤。对此，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表示尊重，监院弹劾文指出，吴茂坤虽解释这事因申请 PCT 专利时间紧迫的权宜措施，但事后未有任何补正程序，监院认定有所为失。徐国勇表示，吴茂坤的行为虽然并不是没有原因，也是因时间紧迫下所做的权宜措施，但对于未在权宜措施之后进行补正程序作为，导致行为在法律上经监察院认为违反规定而遭弹劾事，行政院表示尊重，